招都从你跟神的关系开始，所有一切的猜判都从你跟上帝的关系开始，所有一切的侍奉都从你跟上帝关系开始，所有一切领袖的工作带出来的结果都从上帝跟你的关系开始。需要被翻转，阿们。我们看见这个世代一代一代的过来，但是今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代，好好的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生命品质不一样。我们有一个生命什么样的品质呢？来回应他那高品质的呼召，把我们带出高品质的服事，然后在这个世界做高品质的见证，阿们，一定可以做到的，阿们。思考要全球化，但是你的行动要在地化。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宣教跟信仰更是应该如此呢？想要学一下我天生完美的泰文怎么讲吗？问了一个泰国人说，请问完美最标准的泰文讲法是什么？他给我一个非常惊讶的答案，他说 perfect。 真的，红 perfect。